又阁是用来生产的季节。今年中华八卦山脉因为雨水真少，阁加上独特的土质，和八卦山脉所种出来往来拢真芳甜好食。为了欣赏芬腾乡的往来，芬腾乡农会嘛前往台北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促销，希望让全国民众拢会当食到这遮尔甜阁多汁的往来。农民详细检查每一个往来，虽然还袂熟，但是伫市场面顶早就咧抢。这就是有水蜜桃盘开的水蜜桃往来。往来是热天来上甜蜜的滋味，这往来也可以当预防掉痧，也可以帮助减肥。芬腾乡因为位置包括山脉，这红土非常适合种往来。芬腾乡往来品质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只是往来品种百百种，市面上卖的大部分是以金钻往来为主。常常一遇到往来大出的时阵，价钱就无好，所以芬腾乡一位农民就改种有水蜜桃风味的水蜜桃往来。这有行，肉有行，变黄就好啊。系啊，这肉无黄啊，有无？像这无黄青青啊，这有肉啊，也肉有黄啊。芬腾的往来即摆出的状况是安怎？真好啊，大家卖了拢袂歹啊。哎。啊，买开的，大家介绍拢卖了，拢袂歹啊，嘿。啊，这边有风来，有多几种。啊，我较无了解咧，但是我家己我拢种水蜜桃的。哎、啊，我种、啊。一般水蜜桃往来甲一般往来有啥无共款？伊都有水蜜桃味啊，啊甜啊，佮香。啊，有水蜜桃味的特色，啊甜佮香，这较重点尔。哦，这个水蜜桃凤梨很多汁 juicy， 然后又甜，然后它的肉质很细嫩。一般我们来咱从惊就是讲食了会挂嘴，啊，这种敢袂？袂袂袂，一点都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这水蜜桃凤梨赞，爱食都爱食这款的水蜜桃凤梨。为着要营销芬腾乡的往来，芬腾乡农会嘛正往台北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来促销，希望让国人拢会当食到这甜蜜多汁的往来。我们水蜜桃凤梨呢，是用我们这个翁来给啦叔叔所去种植出来的，非常的特别啦。它的口感呢，跟纤维非常的细致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又非常的香甜，吃起来的口感跟一般的凤梨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吃一次你就会爱上它。我从四五年前吃到现在，每一年都一定要吃我们叔叔的水蜜桃凤梨，因为相当的好吃，香甜又可口。也希望喜欢吃凤梨的朋友们可以来吃我们的水蜜桃凤梨试看看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目前台湾的市面上很少买得到这种凤梨。那我们这边种出来的也是真的是芬园之光，也希望大家来芬园采购水蜜桃凤梨。只是往来因为甜度高，难免会有鸟鼠来吃，所以果农就已经害起往来放伫边啊，让鸟鼠吃，避免损害到好的往来。啊，你春节，春节有无？鸟鼠一日食较济啊，鸟鼠食的啊，就是安尼买蛋，买扑掉啊，就甲蛋嘞，搁让鸟鼠，迄日食这边，啊，即摆搁甲蛋嘞。甲砍咧，搁甲蛋咯，等下伊边仔在了就换食这边。嗯，黄鸟鼠我真巧，来有熟的开始食，甜的开始食。对，啊伊就是这边食食咧，换食迄边，啊你若甲拿走，伊就搁食别只哦。台湾有美丽山园，种出这种美味的水果，透过农民用心栽培管理，并且分别市场，和往来会当拍开市场，成为目前热天上受到欢迎的水果之一。新中华新闻，北边林分行彩虹报道。